《马赛克》是一款充满黑暗氛围的探险游戏。玩家生活在一座冷冰冰的城市之中，每天过着枯燥的日子，找不到生活的意义，日复一日的过着疲倦的生活。直到某天起床梳洗，低头洗脸时，出现了一只神秘的鲸鱼躺在洗手台里。它将带领玩家用全新的角度看待这座满是孤寂的城市。你将化身成一只蝴蝶，穿梭在城市中，又或者是变成迷你的小人，走在巨大的脚步之间。游戏利用超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表达城市生活带给人类的孤独感。想看看还有哪些离奇遭遇，就留给你来体验咯。